春季又同大家玩啦！信道又为你预备咗一个精彩嘅中东旅程，直飞以色列加拿品尝加元葡萄美酒，再到撒马利亚图古井，到格拉森古墓露宿一宵，寻幽探秘。一早我哋就餐厅去加利利湖畔品尝风味餐，再上塔博山追寻以色列历代明星嘅脚踪，喺中旅之乡耶利哥畅爬棕榈树。去四城耶路撒冷宗教观光漫步古商道，然后再上到去最高的橄榄山远眺地极。以巴顺道游零团费，领队有礼，无需购物。由四月一号到五月二十七号，逢星期日早上11点准时出发，与你神游以巴。出发前记得上网上杂志哥伦布 cable.ca 留意行程最新的 update 啊！